下剧剧的大飞机，谢谢王乔正，谢谢藏爱爱生。哇，七十三级了，哇，谢谢阿豪的提醒。还没有啊，还没有到吧？不让我。王乔正机器死人了，对呀，还差啊，还差一点点，还差四个飞机。来吧，用让啄木鸟抓一下你耳朵里的小虫子。啄木鸟来了，直播都受不了的，不要随便轻易送，会降低免疫力的啊！马上就升级了，骨头接骨头，今晚直接障碍长哨王乔治，狙狙死掉我！就有带剧情的啄木鸟宝贝啊，送一个有带剧情的啄木鸟，喜欢的就送一个啊。直播里面播多了会扣分的，前几天就是播太久了，被封了12个小时。我这样的良心主播，你送一个帮你永久的快活，你都不想吗？不想送人家吗？啊，弟弟，啊，马上升级了，妈妈妈妈，谢谢，谢谢皮，谢谢皮痒痒，私聊我哟，升级了吧，七十三级了，谢谢闯天下，七十三级了。我要做到100级才退鱼。闯天下私聊我，谢谢大狗，还有海壮壮。哎呦！
是啄木鸟带劲啊！看来你是抖 M 啊！谢谢海壮壮，喜欢近期最近一次啄木鸟的，都是皮痒的抖 M， 想要被教育，想要被引导，想要，啊，小公狗，汪汪汪，摆尾巴，姐姐好喜欢呢、哦。我们家小公狗在干嘛？汪汪汪！我跟你们说，皇帝十个最少有五个是抖 M。真的，他们内心都是来，快点，抽我，打我，鞭策我，姐姐，没有你的鞭策。我学习无法进步。谢谢江湖夜夜十年啊，汪汪汪汪汪汪，送来的私聊我点我名字，没发吗？漏发了的弹幕跟我说，我跟你私聊了，早就私聊了，你看一下。送了点我名字，点我名字，应该能睡着吧？行，睡觉了啊。送的都是弟弟喜欢的，顶不住的，不要送了，送了之后，啊，不负责钱了，
小更新了。是的，送了一个飞机就有了，我送了一个永久更新的，都是弟弟喜欢的。飞机有我的剧情主播鸟宝贝，送了点我名字私人哦。点我名字，我跟你说，主播鸟有瘾的。你是教官，我才是啊。只有我一个教官。没有其他人，只有我可以教育你，知道吗？送了之后想要被调教的，赶紧送了。害怕，哪里害怕？白兰地昆虫飘耀总教官饲料。
的知道我如何教育你的，把你教成一个宝宝。宝宝，宝宝乖不乖？是不是乖宝宝呀？啊，白地昆虫有意飘摇，总叫花赶紧私聊我宝贝。送了私聊我呢，点我的弹幕的名字就能私聊了。我来主动私聊你，宝贝，从斗鱼系统的问题重装一下。洗一个火箭就可以了。送完了私聊我，我退下，笑死人了。这个世界上只有别人臣服于我，我怎么可能跪下呢？啊，你在开玩笑吗？想让我跪下，先听听我手中的教鞭听会不会听话。喜欢这些东西的，想要买的，告诉你们一条明路，先别想买不买，送一个。我们外面的那些，我们在我们直播以外的地方会抽奖，想参加我们的俱乐部 VIP， 参加抽奖获得我的贴身之物，送一个就可以了，私聊我。可以，有机会就可以获得了。粘了好多猫毛，粘了猫的毛。
大飞蟹丝狼王、小幻幻丝狼王、送了个点我名字丝狼宝宝，点我名字。你什么时候送的？漏发了的挂着我的名牌，在弹幕上告诉我。尽量撒谎。你没回，你没私聊我，我现在给你直接私聊我，这么的私聊我。送了四楼，快来吧，宝肯定就是上车呀，都是天天喜欢的。
送一个私聊啊。有好东西啊，弟弟快来呀，我要给到你每周都有新的。头又变不小了，我头本来就小，难道还有缩头术啊？永久的宝贝，一个永久的，过段时间会涨价，赶紧上车吧。哪个猫在叫？野猫感觉。
和我的招牌啄木鸟送一个。就可以进去了，就可以进享受每周更新了。给我的名字弹幕上打一个，文文，小文文，谢谢再见，苦茶，虽然我。已经很刺激了，宝贝要刺激就送一个。直播间的话，刺激没有多刺激，超管会管的。点我名字四六，你们送一个有直接可以喊出来的。
直接喊出来的，送一个有完全解锁的，直接想送送你啊，多的就不说了。水用完了，这谁啊？怎么突然这么多人呢？哇，吓死我了！这饭好的，我开了火力全开，很惨房啊！谢谢初心。贵族好像没变多，小时榜榜一，我就坐到后面沙发上去了。快来吧，送一个都是弟弟喜欢的，弟弟来吧，嘎嘎嘎嘎，那嗯啊。
衣柜，衣柜床底下满了，衣柜把衣服盖住，快点关上门。我跟你说话。剧情如何？送一个都是带剧情的，都是你喜欢的啊啊！送一个我们每周一更新新的剧情，送一个包永久哦，每周更新。取名难，谢谢我二两个大飞机啊，鱼普和很闲私聊我。没死，哇！我私聊你了，送了一个点我名字私聊啊，点我的名字，快出地点！点我名字，妈妈！哎呀！我不是坏人，我专门抓坏人的。你是坏人吗？来，那我就要把你绑起来了。坏弟弟，送我的点我名字。Okay.
张恐惧，你今天几点钟睡觉啊？点我的名字。谢谢皮皮快的大火箭，哇塞，有大火箭，火箭来了啊！谢谢大火箭，谢谢哦，开着玩具车的皮皮快私聊我。祥子，骆驼祥子呢？送了飞机私聊我。天气很糟。我操！刷一个飞机，月光逐渐逐渐。王妃，你们喜欢的话，下次给你们跟呢，给你们更新教你们如何练胸肌的视频。吃一个鸡腿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想着很多人都看着我吃鸡腿，我心里就觉得美滋滋的。
个白色的。我的鸡腿都7块钱，你们抽包烟7块。好饿。我都瘦了，你没看到？明显就瘦了。给你一个鸡腿味的吻，好啊！哇，送一个飞机私聊啊！我是仙女，怎么会有口臭呢？啊，绿雪了，干活了，送了私聊王，送一个大飞机。刚刚加微信的还没通过呢。
送一个飞机，有弟弟喜欢的，送一个大飞机，让姐姐好好教训一下你。听说你最近很不乖哟、哦，大半夜又皮痒了。不乖的弟弟要接受惩罚，你要接受我的惩罚。怕吗，弟弟？啊，哎，我发错了。QQ 号发成微信号。接受惩罚，很痛，不要怪我哟。你想做忠诚于我？什么忠诚不忠诚？就不是饿了想吃肉吗？是不是啊，阿锦的小公狗？你臣服于我，不过就是馋我的身子吗？呸，下贱。馋我的身子，多着呢。你乖吗？乖的话，或许姐姐开心，最多让你舔个脚。送我的私聊我宝贝，我们送的都带剧情的，喜欢有剧情的，喜欢我的御姐音，想每天晚上在我的世界里睡着，快来吧弟弟，送个飞机。斗鱼最良心的，好吧，别永久更新的哈，以后会涨价的，你们赶紧吧。每一个都带剧情的，十二月份又没加宝贝，我们是过年开始的。送一个加我 QQ 哦，谢谢思麦麦麦麦。慢慢慢思考哦，啊，专治弟弟的不服。
是妹妹熊。谢谢浮生半月前，谢谢杰生，谢谢弟弟的大飞机，送了飞机的弟弟，快来呀，来吧。让我统治你，引领你，降服你。骚弟弟，看你这骚样，早晚啊都是我的人。送一个私聊啊，老公回来了。送完了私聊，找姐姐来吧，我煮面给你吃啊。
私聊我啊。40岁的我，我准备唱40岁的歌。晴朗的夜晚，啊，静悄悄，海风怎么唱的？我看一下歌词。眼睛的水滴多么清朗，哇，谢谢用户，海风你轻轻地吹，海浪你轻轻摇，眼睛的水滴，妈的，我唱的挺好听的，你们非要我搞黄色啊，掉200贵族啊。你还是要加下我 QQ 的，微信发不了大文件，还是要加下我 QQ。谢谢5254，谢谢5254的大火箭。QQ 的微信发不了，微信超过100兆就发不出去了。你来加一下我 QQ， 宝贝。送一个飞机就可以加哟。是否想过，余生，此生留在女儿国，与我同行，做我的驸马呀，玉帝哥哥，玉帝哥哥。下次我给你们整一个玉帝哥哥的剧情，好像还蛮刺激的。然后后面就出现了一个蜘蛛精的，大家叫什么？你看我哪里不如那女儿国的皇后呀？她有的我这里全都有。
送一个飞机私人我。口活要飞机解锁，宝贝，办卡解不了。我们送一个是持续更新的。身体日益虚弱，哎呀，又是在外面卖烧饼，感染了风寒吧？这是隔壁王大夫为你特意调制的风寒药，大郎，喝药吧。妈的，我要下播了。阿姨，妈的，我有点脆弱。
血奋战。上了私聊，我们是包永久更新的。有的，最新一期就是羞辱，最新一期啄木鸟就是羞辱，最新一期啄木鸟，小公狗，过来，过来，快过来呀、啊！什么？情啊爱？我呸！下贱，都是缠身子。下贱胚子说的那么高级，也许惹我开心了。我给你一个机会舔舔脚，惹我不开心了，你就跟我。跪下，跪不跪？汪汪汪！想知道更多剧情的，解锁更多新剧情，每周更新，目前已经200多分钟的剧情了。你可以送一个，欢迎整夜硬到天亮，让你体验山东的第一场雪。鲁初雪，送我的点我的名字，宝贝啊！谢谢太阳的大飞机呀，太阳私聊我哟。之后点我的名字私聊我，太阳私聊我了。口香音不能多播，多播了要被超管关小黑屋。哇，谢谢早饭，早饭还没睡觉啊。送我的私聊我第地热睡不着，自然了。你们老要看我腿干嘛？看我腿，对对对对。好了，给你们看一下吧。怕看了你们受不了，你们看啊，怕你们的灵魂受不了。看你们的神经，一种惊哦，受不了怎么办？受不了，可是还得看，穿上我的高跟鞋。想送可以享受永久的感情，我想和有新的人。怎么又做坏事了？做坏事就要接受惩罚，你说吧，今天你想得到什么惩罚？惩罚你啊。
我4点钟下播了，算了。姨妈的我给自己放一个小时的假。每天都这么辛苦，要给自己放放假。送了飞机的私聊我呀。想听我讲的人多着呢，你算老几啊？是的，有脚的宝贝送一个，下次就更新脚脚了。我们送一个是永久更新的。来了就是这种人，装什么矜持呢？你心里想什么，姐姐不知道吗？小色皮啊，来了不肯走，还说是误入，别捋了，那一撮小屌妹，是不是？捋来捋去又不送一个，不送一个是出不来的，捋着捋着睡着了，这无非就是催眠的意义了。好了好了，送一个飞机私聊我。妈的，我这个小时榜没拿到小时榜榜一，我就下播了，耻辱下播。现在小时榜榜二，欢迎，谢谢莫小茶，谢谢母仪 S J 三，哇，送飞机的小哥哥，快来找我呀，快来吧，点我的名字私聊我。小时榜榜一我就下了，我去洗洗我的身子。我老公累死，老公天天回来，我的老公爱迪电动车。没抢到小时榜榜一我就下了啊，估计是抢不到了。蛇爸爸的忧伤私聊我，送一个飞机私聊我，让你从现在挺到天亮。忧伤梅音，还有冰小茶私聊我，怎么了怎么了？我老公老是回来不累呀、啊。还有送的吗？飞机要私聊我宝贝啊，有很多好东西，每周一持续更新。
我老公已经在外面有人了，你放心，他不仁，我不义，我们一起来报复他。送一个飞机死了哦，哎，下次就下次吧，我无所谓了，我就今天升个级就好了，钱是赚不完的，你们不让我得小时榜榜一，我就下播洗逼逼，对不对？我就洗澡澡去了，你们不送无所谓了，想送就送一个，看不到我还能继续更舒服，不送的话滚犊子去带你的王者荣耀去吧。抱抱抱抱抱抱抱，送了的死老王，没送不要死老王。擦手的叫手霜，擦脸的叫面霜，那 BB 霜是擦哪的？哎呦，发错，送了私聊哦。送一个四人王，送一个大飞机，我要下了，我就4点钟下了。谢谢1314的大飞机，还有送的吗？送的都是弟弟喜欢的，舒服呀。真的很大，小哥。这是我的老本行。1314吗？知道你送了呀。我们送一个持续更新的，谢谢墨雪，白嫖就白嫖呗，真的是。像我这样的良心主播啊，白嫖是你的损失。毕竟，你看我直播都已经是非常舒服了，我就告诉你，还有舒服100倍的，不送不给你，是直接那种，每一声都是这样的，深深入人心脾，喊的你哦，妹妹别这样，妹妹姐姐弟弟啊。噔，哎，王木林，木雪思聊王，送我的思聊王，我们这送一个，我才赚你30几块钱。还要每周给你给新的东西，卑微呀！是我奶子不够大吗？是我脸长得丑吗？不是，是因为我没有调查市场，已经把话放出去了，定价过低。萌萌林暮雪私聊我，点我名字私聊我，想送一个。点我的名字私聊我，好的，暮雪宝宝，还是
谢抖音。还差十个飞行小时帮宝林啊。谢谢吕小布，吕小布司徒。整夜舒服。谢谢 MT 在在听。谢谢15965。是秃头小宝贝。想要我的这个袜子，那我抽奖送出去吧。我看一下啊。